耶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吃饭不吃了？你会搞电脑吗？我看了电视剧啊。吃饭了。你今天还给我盛饭呢？对呀、啊。太阳从西边打出来了。西边打出来的。怎么现在我想等一会吃，太热了，天气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吃吧，话那么多。今天红衣服好看吗？好看，你是最漂亮的。天气好热，空调又舍不得开，好热。呀，辣椒掉了。嗯，今天红烧辣椒，开胃了吧？嗯，开胃了。炸差不多。